是蕾蕾，今天又来讲一首韩文歌了。然后这个也是非常红的一个韩国电视剧，叫做《来自星星的你》里面的一个算是很常出现的一个插曲，叫做《My Destiny》，然后唱的人叫做 Lyn。好，那一样的这首歌我们待会会附有中文字幕，所以不用担心韩文不会唱。不用担心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歌呢，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抒情的歌，所以我们的弹法呢就比较抒情一点。好，我们现在介绍一下和弦。这是 G 调的歌，那一开始从 C 开始，这样。好，我们用到 C， 然后还有一个 C 加，也就是 C 再加一个升 G 的音 ，C 加。好，再来是 D， 当然这个 D 你也可以弹懒惰 D。好，然后 D7， 好，再来是 E my 7， 然后 E7， 然后再来是 G， 然后还有用到 G major 7， 就是前三弦的第二格，对，然后再来就是 A my。再来是一个 A my major 7，就是 A my 的隔壁那一格。OK， 那大概就这一些和弦了。那再来的话就是它的前奏。那前奏我们就不一个一个讲了，我们就来对照着我们的 TAB 谱，然后大家看一次哦。好，一开始是，按错了。前奏咯。好，那大家把它练熟以后，我们待会就可以一起来开始了。那这首歌要怎么弹呢？既然是一首抒情歌，那我们就弹用拇指。一开始我们用拇指，然后说摆好这边，然后都用拨了就好了，这样。哇，非常简单，就是你都是只要每一个和弦都只要拨一下就好了，我就这样往下拨下去就好了。这样，讲，然后讲。不过要确认你的拇指有从第四弦到第一弦哦，很多人会这样拨完，然后其实都没有到第一弦。一定要记得四条弦都要拨到，最好是你这样拨下来之后，手还可以放在木板上，这样就会非常的确实。OK， 好，然后到了副歌之后呢？You are my destiny， 就是很激动，所以我们要改成下下下下下上下下下下下上。有看出来它的规律了吗？就是四个下之后，再来不是要换和弦了吗？然后在换和弦之前呢，我们要多一个下上，所以它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要几个下上，四下完之后了，再看一次。下上一二三四下上，我只随便弹一下，反正就是换和弦之前的那个小空隙要多一个下上。那除了这个下上，其他的就是都是弹刷四下这样子。这时候我们就回到食指用刷的了这样子。所以我们这首歌只分为拇指拨一下跟刷四下多一个下上这样子。好，了解。那我们就准备要来开始喽。好。赶快把你的前奏准备好，来 ，one two three four。You are my destiny.
安妞哦。好